我知道，在座的诸位有志于成为一名记者，那我要请教了。当今社会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需要哪些基本素质？请畅所欲言，我洗耳恭听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客观，我觉得是博学吧，必须要谈说真话。 诸位，我是有志于将来要像邵先生一样去办报的。当今中国，我认为是一个思想汇集的大时代。要办好报，做一名及格的新闻记者，最重要的素质便是博学。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学、宗教、哲学、天文、地理，甚至于各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如果都能融会贯通，都能无所不晓，哪怕是做到略知一二。 这样，你才能捕捉到有用的新闻，写出好的文章。我之所以从广东南海来北大求学，便是想依靠这所最高的学府，获取古今中外所有的知识，将来效仿邵先生，做一个优秀的报人，为中国的报业尽一份力。我觉得他说的不对啊，上学吧。陈俊达同学，你刚才说的很好啊。 但是呢，有一点我不敢苟同，那就是你刚才说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首先要上大学，甚至得上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你是这个意思吗？中夏同学，这不正是如此吗？现如今咱们中国是不是充斥了太多滥竽充数的小报记者？这恰恰是我国报业的悲哀啊！好啊。 那么，其他的同学对于陈慧媛这个观点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不一定非要邵博他才能当记者。这位同学，请你发言。先生，我不赞同这位同学的观点。 至少他的观点不够全面。我认为，当今时代，要做好一名新闻记者，知识、博学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基本要素。而且啊，这知识不一定完全来自于学校的教育，社会也是个大学嘛。所以我认为，要做一名出色的记者，比知识更重要的，就是人的思想、立场，还有职业操守。好，请你说的具体一点。 我觉得，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不能人云亦云，要对自己获取的信息分析、论证、去伪存真有表及里，做出自己的判断与结论。当然，这里面立场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有站在大众的立场上，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我们的文章才有助于这个社会的进步。当然了，要想做名记者，首先要严格的遵守职业操守。 遵循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努力的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自觉的拒绝利益的诱惑和污染。我们现在身处乱世，操守、品行才至关重要。说得好，说得对。陈慧媛，你对这位同学的发言？ 有什么看法？我很想听听你的辩论。尊敬的邵先生，诸位，我只想提醒各位一句：这位同学，并不是我们研究会的正式会员，他仅仅是我们北大图书馆的一名助理员。难道大家就算了？对于他的观点，我无法，并且不愿意去评论。哎，你怎么这么说？这么说太过分了。 你刚才的讲话让我非常的难过。怎么？难道你以为你一个北大的学生就比一个图书馆的助理员高贵吗？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的道理你应该清楚。可是我看你。 既不是王侯，也不是将相，你怎么就知道
毛泽东同学就不是我们的会员呢？以我看，毛泽东对新文学的认知不比你这个北大哲学门的学生差。我讲完了。好，原来你就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啊，先生。是的，杨昌济先生向我推荐你很多次了，我还看过你的文章《体育之研究》，对吧？我很受启发，毛泽东，我很高兴，我们新闻研究会有你这样的会员，我欢迎你到京报经常来坐坐，咱们呢交流交流。坐。哎，好，你开始下一个课题。文芝啊，哎，来来来，你看，这儿就是我们的编辑室。老先生好。好，邵先生好。很简陋啊，不要见怪。你呢，不要拘束，随便一点。本芝，在想什么呢？铁肩辣手，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先生，我从这个辣字啊，可以看到您对真理的执着和对信仰的坚守。好，你说的很好，这四个字就是我的新闻观。同时，我认为作为记者就应该有这样的操守。润芝啊，我们一定要伸张正义，崇尚思想，同时呢，要不惧生死去唤醒民众，这才是我们的操守和品性。先生，您的品性，学生受教了。啊，谈不上。我今天啊，不是跟你谈什么操守的，是想跟你交流一下思想。你跟我来。哎，随便坐。哎。我啊，给你准备了上好的茶叶，咱们今天呢，一边品茶，一边交心，好吗？哎，文芝，之前你说，一个记者应该有他的立场和思想，这特别重要，我深以为然。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最近有看什么书吗？有没有自己信奉的思想？先生，我平时在长沙很少能看到什么新的书籍，所以只要我能找到的，我全都看。至于信奉什么样的新思想，还谈不上。不过相对而言，在这个阶段，我对无政府主义印象更深刻一些。无政府主义，我之前也对他很有好感，尤其是克勒波德金的互助论。但是过去一年，我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润芝，你知不知道在去年俄国发生的革命？我听说过。这次到北京，我常听守长先生和仲甫先生提，后来又到图书馆查了资料，但是都是零零碎碎的，还没有形成什么具体的体系。守长先生，我知道他正在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也是受了他的影响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哦，对了，这些资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你看一下。哎，我很受启发。坐。哎，坐。我呢会找一段时间把这些啊都重新梳理一遍，出两本书，一本叫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另外一本呢叫新俄国之研究。我相信只要这两本书出了，一定会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一股新的空气。文芝，这个世界在飞速的发展，我们搞新闻工作的不能滞后，我们一定要紧紧地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先生，我以后可以经常过来向您讨教吗？文芝，京报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多年后，毛泽东对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德国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波汤兄啊，你真是龙马精神。乌镇胜利早是预料中的事情了，也用不着你半夜三更的打电话来把我吵醒了呀。金民老弟啊，快80年了，中国第一次成了战胜国，你还睡得着觉啊？这样的战胜国有意思吗？值得庆贺吗？管他们怎么想啊，战胜国就是战胜国，你自己都不高兴，人家能让你高兴吗？金民老弟啊，多少年了，我们可是终于能扬眉吐气一回了，一定要大张旗鼓地庆祝一番。多谢波汤兄的点拨，我知道是应该好好的庆贺一番。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同盟国而宣告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消息传来，举国若狂，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喜悦中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杯改名为公理战胜杯。李大钊在此期间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并在中央公园发表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指出取得这次战争胜利的不是协约国的武力，而是人类世界的新精神，是全世界的庶民。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文献，表明他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胞们，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那诸位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吗？简单的说，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身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德国倚仗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败，这就是公理战胜强权。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接下来有请我们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先生发表演讲。同胞们，同学们，灾难深重的世界大战结束了，协约国获得了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啊，我们要乘着这个东风，把世界上不平等的黑暗主义消灭掉，用光明主义取代它。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执着偏见，都要赶快放弃这种黑暗主义，为中国的光明做出努力。民族向前，迎接光明；民族向前，迎接光明；民族向前，迎接光明；民族向前，迎接光明。同胞们，
最近几天，我们在庆祝战胜，很是热闹啊。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的究竟又是为了哪一个而庆祝呢？我老老实实的讲一句公道话：这次战胜的绝不是联合国家的武力，而是全世界人类的新精神。 这次战胜的，也不是哪一个国家、军阀或者资本家的政治，而是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的，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人而庆祝，是为了全世界的庶民而庆祝。我们不是为了战胜德国而庆祝，而是为了打败了世界的军国主义而庆祝。 同胞们、同学们，今天在你们当中来了很多长辛店的劳工兄弟们。我要跟大家讲一句话：须知今后的世界要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 使一切人人都变成工人的机会，不应该用此潮流，使一切人人都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谋取不正的财产，那也是强盗，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我要说，劳工万岁！ 我告诉二位，今天参加这个集会啊，我有一种新的感觉，我感觉到我们新文化运动啊，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哦，当然我这种感觉还是很朦胧的。过去呢，我们总是在校园里书斋，啊，文人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社会，走进了大众，我感觉到天地啊，一下子宽阔了起来。蔡公啊。 你感觉太对了，我跟你有同感。哦，当我听到寿裳喊出“劳工万岁”的时候，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好像看到了新的世界，找到了新的活力。寿裳，你今天不错，你那个演讲啊，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也很准确。我看呢，你不光是要做北大图书馆的主任，你还要兼做北大的教授。哎，你在宣传和鼓动群众方面。 你比重复啊，失职他们都强。你跟我讲，寿裳还提出，在《新青年》之外再办一个每周评论，专门评论时事政治，发动民众。我觉得应该提上日程了。重复啊，《新青年》不光要办每周评论，我们要把全北大师生的力量整合动员起来，借着欧战胜利这个东风，把我中华文化觉醒之火趁势烧起来。好，回去我们文科就开会布置。 诸位，国运来了，周礼就该恢复。老夫的灵感也来了，你们看，这是老夫新写的小说《今生和幽梦》。我要乘着欧战胜利的东风，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这帮离经叛道的妖孽送上道德法庭。恩师所言甚是。李叔公啊。 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为我们杂志《国故》撰写的发刊词。您看这句：“国故者，就是唤醒我被刷新颓纲、删起犹尘，挽救斯文之有志之士，合力围剿陈独秀、胡适等数典忘祖、乱国坏俗的禅特。”嗯，好，好，开宗明义，旗帜鲜明，直捣黄龙。好，师叔兄。 你也来看看，哎，都是一个学府里共事的同仁，你这样指名点姓，撕破脸皮，合适吗？更何况，这国库的经费，还是政府批的。
申叔兄，你太过妇人之仁了。那陈独秀就是蔡元培给北大弄来的一个大毒瘤，不将之铲除，北大无宁日。申叔啊，我看你就不要对那个陈独秀抱什么幻想了。我告诉大家，北大很快就要取消学长制了，而陈独秀这个文科学长能不能耗到暑假还很难说的。据说汤尔和沈尹默这些人在蔡元培面前近日没少给陈独秀上眼药，看来他们这个新文化的阵容已经开始分化了。没错，据我所知，李大钊跟胡适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都不一致。李大钊主张直接议论政治，胡适主张只谈学术。好，太好了，机会终于来了。哎，各位大师在学术上发难，我在政治上动刀。恩师啊，明天我就向国会提交议案，罢免蔡元培这个北大校长，驱逐陈独秀。好，好。我声明，我辜鸿铭绝不做诋毁蔡元培先生的事情。对不起，告辞了。哎，哎，我也告辞了。哎，哎，哎，申叔兄，嘿，申叔。哎呀，好啊，真是腐儒啊！刚刚还在笑话人家分化了，结果呢，自己倒先散伙了。哼，恩师，恩师别急，我不急，我也不怕，我就是打鬼的钟馗，我就是要和他们这群人战斗到底。哼。这个欧战胜了以后啊，好像我们中国人的那种热情啊，他一下子给点燃了。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现在这个街上啊，那些新鲜事儿出现了很多，我们北大也不例外。一个多月不到的时间，20多种报刊杂志社团就涌现了出来。没事啊，北大出现这样的新鲜局面，要我说呀，这是新文化在北大开展的结果。所以说，我要感谢钟馗先生啊。先生，您过奖了。我们从教育部要了一笔研究经费，主要是想专项用于资助我们文科的学术研究，所以就鼓励师生多办一些社团、杂志，那这样大家的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雨后春笋，势不可挡。蔡先生，当初您提出要多办些社团刊物，我还有所顾虑，认为北大呢不具备学术研究的广泛基础，所以呢，理科没动。现在真是后悔呀，这文科的学团一动起来，整个学校的风气也都变了，真是太好了。可不是嘛，以前呢，咱们北大的学生在课外啊，既没有高尚的娱乐，也没有自动的组织，所以啊，学校之外呢，经常搞一些不正常的消遣。没错。不过啊，自从最近开办了各种社团和学会以来，这个风气啊大大的改观了。同学们自发的组织到一起，再也不去那三瓦两舍之所了。是啊，这文科一带动啊，各科学生纷纷效仿，自发成立了社团，国文学会、史学会、数学会，还有跨系科性的书法研究会、音乐会等等。当然了，研究深入了，争论的问题也就更多了。学术问题呢，现在吵得是一塌糊涂，不亦乐乎啊！这不怕，这不怕。这个争论呢，向来是好事，我也提倡争论。钟副教，我听说文科的杂志怎么近来有些争论，是吧？啊，我们文科这面主要是中国文学门的傅斯年，还有英国文学门的罗嘉伦等几位同学合创的这个杂志《新潮》。还有学生救国会的那个许德恒等同学创办的国民，还有于世振等的国故，就这几本杂志，他们这观点各不相同，针锋相对，吵得十分热闹。这个同学们呢，
他愿意创社团办杂志的形式啊，来培养自己的兴趣，来发表自己的言论，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和对时事的看法，我觉得这是要提倡的。这对于他们如何看待时事，如何提高学术交流，陶冶自己的情操，还有扩展自己的视野都大有好处。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啊，来提高学生们的精神修养。所以我以为杂志、书刊、社团多多益善，所以各科呀广开门路，大胆实验。我想告诉各位的是，这只是北大革新的一个开始，体制革新要继续跟上去。比如说我们现在实行的学长制，它就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的体制。现在北大正在做的是废门改系，那么学长制也很快就要取消，要成立教务处来统一领导学校的教学。所以各科学长啊，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哦。想搞些动静就行了，应该改。好了，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好。钟辅校，你留一下，我还有点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好。来，先喝点水。我刚才提的学校革新的事儿啊，你有什么看法？啊，北大要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那必须要跟上世界潮流，这是趋势。这学长制确实不能成为常态，所以我非常赞同您的改革方案。那现在要取消学长制了，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最近正在全力的筹备每周评论，我觉得这个刊物是咱们走向大众的一个平台，我对他充满期待。现在只有我和守常在搞，人手不够。不过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刊物上。钟辅兄啊，我呢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想编写一部啊具有学术分量的中国通史。我想来想去，也只有你是最合适的，所以我想请你啊兼任北大国史馆编纂处的主任，来统一领导中国通史的编辑。先帝，你意下如何啊？建民兄，不瞒您说，我现在全部的兴趣都在每周评论上。我认为现实比历史更加紧要。这个每周评论呢，可以让守常去多担待一些。现在世之回来了，他也可以分担一些啊。那守常和世之，他们俩思路不同，总是争论。我怕一不留神他们再打起来。其实没什么，有你李贤呢，他们争论不到哪儿去。要我说呀，一些具体的事就让年轻人去干了，你看好不好？我找世之谈谈看吧。好。先生，我走了。辛苦啊，嫂子。好，没事，欣赏。好，好，好。钟辅兄，来这儿坐。你们家办公在这儿，啊，没事，好。世之啊，你这离京不到一个月，北大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科系的学生大力兴办社团，校内刊物那也一下子出现了好几本。你学生办了新潮，刘世培、黄侃带一些人办了国故，这几本杂志打架吵得不亦乐乎。什么国故啊？就是想复古呗。不过就是一些故国斜阳的呻吟罢了。最近黄侃总是拿着那个发刊词的初稿到处征求意见，实际上那就是示威。啊，坐这儿像不像自己家院里啊？像。冷不冷啊？不冷，没事。你接着说，刚才您说黄侃是吧？我听说他们还点名道姓的骂咱们俩，
我看他们是高抬我了。现在骂我们的可不光是国故一家，现在是南北联动，来势汹汹，不容小觑呀。咱们新青年不就是在骂声当中成长的吗？你陈仲甫还怕别人骂我？光不怕还不行，还要反击呀。没问题，我这就写文章和他们辩论。我正想跟你商量，新文化运动要走向大众，要直面现实，所以我就想在新青年之外办一个每周评论，算是新青年的副刊。蔡先生的意思是想请你协助首长来主持。每周评论是吧？嗯。那每周评论的宗旨是什么？每周评论跟新青年各司其职吧。嗯。侧重不同，新青年侧重思想启蒙，每周评论侧重评述时事，批评现实，就一些政治问题、现实问题发表评论。朱武兄，你一直说20年不谈政治，可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为什么都要和政治牵扯不清呢？实质上你不能老是抓着这个问题不放。其实我早就说过了，不谈政治不等于不研究时事问题。如果那样的话，那我们也办国故算了。朱武兄，你误解我了。我不是说不赞成办每周评论，对于现实问题我确实是没有研究，也缺乏兴趣。我现在手头上的事儿真的很多，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上卷马上要出版，蔡先生让我任了英文系的主任，傅斯年他们又硬拉着我去新潮做了顾问，再加上我的导师杜威先生马上就要来华讲学，他的很多事情我都要去联系，还要去张罗。哎，行了行了，我知道，我知道你忙，可是首长不是比你事情更多吗？你看看他办了多少社团和杂志，真正成了青年的领袖。这做学问固然没错，但是举国维艰之时，责任不是更重要吗？朱福兄，教导即事，我让您失望了。不是，别在意，我是把你当知己才这么说的。我明白。要不这样您看行不行？这段时间我就不参加主持每周评论了，我一定多写文章，这段时间过后我接替首长，怎么样？两位大教授，不要在院子里冻着了，一品锅做好了，吃饭。吃饭。可以开始了。女士们、先生们，今日召开记者会，是为了向新闻界的朋友们说明此次赴巴黎参加和会代表团的行程。我们几个未能代表中国，作为战胜国代表的身份去法国参加和会而感到万分的荣幸。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代表团的情况。我们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全权代表、外国专家、秘书等共50余位，鄙人陆征祥担任此次代表团的团长，在这里就不多加介绍了。代表团其他的主要成员包括驻法公使胡维德先生、驻英公使施兆基先生，我们三个为全权大使。此外，驻美公使顾维钧先生、驻比公使魏晨祖先生为全权大使兼专门委员。日前，我们的胡公使、魏公使、施公使已奔赴巴黎洽谈，并参加和会召开之前的预备会议。各位新闻界的同仁们，此次在巴黎召开的和会对我中国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中国要借助此次大会谋取某种程度上的公平待遇，并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所遭遇的惨痛后果予以修正。下面请诸君提问。请问陆总长，您对此次会议的结果如何预测？前景是否乐观？是否真的可以如您所说，可将半世纪以来所遭受的惨痛后果予以修正呢？在这次大战中啊，中国对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在这里，我可以向大家透露，早在中国
输送十几万劳工参战之前，英法政府就允诺中国，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予以我国五个会议席位，以大国相待，所以鄙人对本次会议充满了信心。May I ask, Cabinet Liu, what is the plan that you have come to offer to this peace conference? 好，我们代表团此次准备了七条议案：一、放弃势力范围；二、撤退外国军队以及巡警；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电报机关；四、取消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关税自由权。Monsieur le Président, nous avons vu que votre proposition couvrait un éventail de questions. Alors pensez-vous que ces exigences seront satisfaites lors de cette réunion ? 我想诸位也许都还记得，一个月前，徐大总统下令将辛丑条约所遗留的克林德碑由东单移至中央公园，并计划将碑文改写为“公理战胜”。你问我在此次大会上，这些提议会不会被通过？我只想回答说，公理必将战胜强权。请问陆总长，您去巴黎开会，那外交部的事务该如何处理呢？民国政府已经委任外交部次长陈鲁先生代理外交总长，同时。同时将建立中国外交委员会，作为中国外交的决策机构。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到此结束，谢谢诸位。好，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谢谢。谢谢。谢谢。Merci beaucoup。陆总长，总统训示。我这刚开完记者招待会，他们又出什么幺蛾子了？什么指示？此次赴欧议和，关系其重，主座以王正廷法律外交速助财旺，特加以委任为专门全权大使，以电邮故宫使就近转知王正廷，其委任令亦即美馆转交，并悉陆公转予接洽。遵劝担任为判徐世昌。这是怎么回事？南方政府不是早就提过要自己成立代表团参加和会吗？大总统不是不允吗？大总统本来是拒绝南北双方协派代表的，但是南方政府王正廷博士已经到了纽约，他自己联络并说服了美国。昨晚美国派驻华公使瑞恩斯向大总统施压，大总统迫不得已才点了头，有了这份任命。处处看着外国人的脸色行事，还谈什么外交？这个王正廷，他的排位是怎么样的？任命书上没有明确，陈露说排在您之后，是特命全权大使。一个国家的代表团，竟然有南北两个政府的人，注定会问题重重啊！我要跟汪大燮通话。给我接汪大燮。我注意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上的演说，他提出要想让世界永久和平，得建立一个新秩序，不能再用老套的外交方式来解决战争问题。战胜国不能要求各地赔款，要废除秘密外交，应该通过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来创立一个新秩序。这十四点计划构建了崭新的国际道德，看来这次公理战胜强权大有希望。公理能不能战胜强权，得看巴黎和会的情况。哎，我听说这次代表团的代表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啊。嗯，
我也听说梁启超受了徐世昌的委托，正在欧洲游说，为咱们的巴黎和会中国提案吹风拉票。梁任公这次倒是信心满满啊，到处鼓吹中国可以挽百十年国际之失败，从此获得大翻身。我看这位梁先生是又可爱又天真啊，估计是吃洋人的亏没吃够。主昌，我觉得你太悲观了，这巴黎和会其实主导作用的就是美英法三国呀、啊，威尔逊他的主张就代表了美英法三国共同的主张，所以我看啊，中国形势一片大好，大有希望。世之，你可别忘了，咱们身后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日本呢。在美英法三国面前，他日本还能起主导作用吗？确实起不到主导作用，但是你也不能保证美英法三国都跟咱们站在同一个边上吧？仲甫兄，你怎么看？我同意世之的观点。啊，研究了很多威尔逊的演讲，我觉得他是个君子。他提出两条建议：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别国的平等自由；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我琢磨了一下，只要做到这两点，那公理必定战胜强权啊。Thank you.